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演讲是 MQ 方面的 Apache Pulsar 在华为物联网平台之旅。我们首先看一下目录，首先是我和华为物联网平台业务的介绍，然后是我们选型 Pulsar 原因和我们走过的一些弯路，还有我们碰到一些其他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最后则是对 Pulsar 的未来展望。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贺丹姐。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目前是华为物联网的高级工程师，同时也是 Apache Pulsar 和 Bookkeeper Contributor。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华为物联网平台的业务介绍。这张图是华为设备接入服务的全景架构图。设备接入服务是华为物联网的一个核心底座服务。设备接入服务提供海量设备连接上云。设备和云端消息双向通信、数据流转、设备联动规则等能力。上层是物联网应用，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车联网、智慧农业这些等等。设备层可以通过直连网关接入，也可以通过边缘网络连接到物联网平台，协议支持十分多样。目前华为物联网平台连接数超过3亿 ，IoT 平台竞争力中国第一。这里我们细化一下数据流转业务。数据流转是指，用户在物联网平台上设置一定规则，当设备行为满足数据流转条件时，进行一些转发的动作。最常见的一些设备触发规则的动作包括设备上报属性，设备上报消息，平台会触发相应的规则动作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像这些 DIS、kafka、OBS、InfluxDB 等。其中 ，OBS 是华云的类 S3 存储服务 ，DIS 是华云的云间消息通信服务，也可以通过其他通信协议和客户系统对接，比如 AMQP 和 HTTP。从协议的方向上来看呢，我们又可以分为平台做服务端类型和平台做客户端类型。比方说 kafka 就是平台作为客户端推送到客户的 kafka 服务器，比方说 AMQP 就是平台作为服务端，客户的 AMQP 作为客户端来连接到平台。这里我用蓝色底色和红色底色来代表这个客户端和服务端。我们会继续丰富这个转发的类型和协议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力像 MQTT 和推送到 Pulsar 我们都在开发中。前面说了，我们支持许多类型，平时根据用户的体量不同，用户在这些类型之间往往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体量较大的用户，会选择推送到消息队列，如 Pulsar、kafka 这样的消息生成件，推送到自己在云上 VPC 构筑的业务服务进行下一步处理，中小型用户会选择推送到 MySQL 和 HTTP 服务器，推送到自己的服务器和数据库。然后进行处理往往会自己进行一些开发比方说把数据库的数据呈现出来然后或者是 HTTP 服务器根据推送到的一些数据做一些业务处理。更轻量级的用户会选择 AMQP 这个时候 AMQP 客户端可能是一个电脑程序甚至手机 APP 所有支持 AMQP 客户端的应用程序都能接上来，这个门槛非常的低。介绍完华为物联网平台业务让我们来看一下选型 Pulsar 的一个原因。要介绍为什么选型 Pulsar 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之前的系统。这张图是我们之前推送模块架构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我们的推送模块仅支持这个 HTTP 协议以消息接入举例消息从消息接入服务发送到kafka topic 上，然后消费者这里 HTTP 消费者HTTP 消费者从kafka topic 进行消费，然后通过 NAT 网关发送出去到客户的应用服务器。这是我们的一个正常路径异常路径呢是我们这里画了一个数据库就是我们如果 HTTP 推送失败之后会把发送失败的消息放在数据库里面准备重发。这个模块有这么几个痛点，首先第一个就是
很多客户的服务器其实已经不可达，比方说客户的服务器宕机，啊，从我们平台的表现上来看，就是连续发送很多次消息都失败，但是我们的 HTTP 消费者还是得从 kafka 拉取消息，尝试发送。然后第二个是，无法根据单用户来配置这个消息的存储时间和大小，出于成本的考虑，平台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存储时间和大小，这个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啊，但是往往有一些客户有特殊的诉求，要求更长的存储时间或者大小。第三个是有些客户的服务器能力差，想要平台控制，推送到单个客户的消息速率，这个在这个架构上，我们做不到。举个场景，就是有些客户可能服务器只支持300 TPS。但它实际的设备有一定的波动可能在200到400那么如果平台不支持这个速率的控制那么这个波动会完整的就是呈现在客户的应用服务器上面这对客户的应用服务器就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发送失败重到数据库重试。这个重试的流程非常重型，我想要维护这个正确重试的逻辑，也很困难。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个痛点，都可以通过类似于单用户单 topic 的方式来解决。如果我们有了单用户单 topic，比方说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主要痛点，如果客户服务器宕机，我们就可以不从 topic 拉取消息。我们也可以控制单 topic，存储时间和大小，更可以控制单 topic 拉取的最大速率。我们选型 Pulsar 还有一个契机，不仅仅是 HTTP 模块痛点，还有 AMQP 的需求。2020年5月份，我们规划了客户通过 AMQP 协议来接受流转数据的需求，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AMQP 协议的客户端接入更加复杂，这个复杂主要体现在，因为没有公网 IP 的需求，任何能搭载 AMQP 客户端协议的，都可以做客户端，它可以是服务器，更可以是电脑程序、手机 APP，这导致 AMQP 链接相比 HTTP 推送，这个会不稳定很多。然后在这一个复杂的场景下，我们还要保证数据不丢失啊。那么如何保证数据不丢失呢？我们想到一个方法是，为每个 AMQP 队列单独映射一个消息中间件 topic，这样子我们做到每个 AMQP 队列相互隔离，通过中间件的持久化特性来避免消息丢失。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消息中间件可以支持大于规则数量的 topic 个数，为了简化这个材料，这里我们没有详细区分 topic 和 partition 概念，为什么要大于呢？因为有些客户单规则下数据量较大，单 topic 无法支撑，或者说单 partition 无法支撑，当前我们的规则数量已经达到4万，预期很快会达到5万，而且还会继续增长。我们除了选型 Pulsar，也尝试基于kafka 来做我们 AMQP 的推送方案。这张图是我们基于 kafka 实现 AMQP 推送的一个设计。首先这里有这个 kafka 实例集群。为什么这里是 kafka 实例集群？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规则数量已经接近5万，但是一个 kafka 实例它往往支持不了很多 topic。以友商的 kafka 实例为例，它支持数千 topic。所以我们要使用数个 kafka 实例，这也就引入了一个映射的问题，哪些用户哪些规则的数据要往这个 kafka 实例发，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引入一个 name server 来对这个规则和 kafka 实例进行一个映射，这个 name server 存储的就是租户 ID topic partition 个数消费者名称劳化规则的一个关系，这里我们分两个流程。一个是消息接入到这个我们集群，一个是 AMQP 客户端来拉取。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消息接入到集群。那
还是我们的消息接入服务，它通过在 name server 中查询这个规则和 kafka 实例的对应关系，把消息送入到指定的 kafka 实例，然后是拉取流程。客户使用 AMQP client 连接上来，通过我们前端的负载均衡组件转发到这个 AMQP adapter，然后 AMQP adapter，对 kafka 进行消费，然后把消息，送到最终客户。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 AMQP relay，为什么要引入 AMQP relay 呢？就是因为kafka 它只支持 failover 的消费模式，就是说当 partition 只支持被一个消费者消费，然后客户为了达到分片效果，这里我举个样例场景，就是客户的规则数据每秒有8000数据每秒，但是客户的一个 AMQP client 只能处理400，所以客户会选择20个 AMQP client 连接，在客户那一侧来达到一个分片的效果。就是说，客户的 AMQP 常常会有很多条链接连接上来，通过 ELB 转发到不同的 AMQP adapter 节点，然后 kafka 实例往往只有一个 partition，如果没有 AMQP relay 这层中间，AMQP relay 就是从 kafka 一个 partition 获取消息，然后转发到分发到不同的 AMQP adapter，如果没有 AMQP relay 这层中间，就只有一个消费者能拉取到消息，所以需要经过一层 MQP relay 达到分片效果。但是基于 kafka 实现 AMQP 推送，我们流程上非常复杂，而且引入了 name server、MQP relay、MQP adapter 数个业务组件，再加上 kafka 实例集群。运维上也比较困难，然后是 Pulsar 和 kafka 对比，标红的是我们选型 Pulsar 一个重要原因，在多租户方面，Pulsar 基于云的多租户设计，而 kafka 则侧重于单租户高吞吐设计，部署方式上 Pulsar 很好的适配了容器化的部署模式，而 kafka 业内还是以虚拟机部署为主。topic 量级方面，Pulsar 支持数百万个 topic，而 kafka 无法支持量级较大的 topic。在扩容方面，Pulsar 存储和计算分离扩容简单，业务中断时间短。后面我们会说如何，在生产者上面做一定重试，来达到整体的扩容无损。kafka 扩容复杂。我之前同事跟我交流说，他们的 kafka 扩容，有的甚至达到10小时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扩容甚至还不如搭一套更高规格的卡夫卡，然后进行一个切换，用类似蓝绿的方式达到一个扩容的效果。订阅模型上，Pulsar 支持共享订阅类型更灵活，而卡夫卡只支持 failover 消费模式。上线历程。上线呢，我们主要分平台做客户端和平台做服务端两种。客户端我们以 HTTP 类型举例，服务端以 AMQP 类型举例。服务端类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比之前说的在 kafka 实现 AMQP 要简化很多，这得益于 pandas 支持海量 topic 以及支持共享订阅模式，这里的流程逻辑，当客户的这个 AMQP 客户端连接上来之后，通过 ELB 分发到对应的 AMQP 服务，然后 AMQP 建立消费者，直接从这个 topic 规则拉取消息即可。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K-share 的模式进行消费，K 是为了尽可能保序，share 则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个数会经常大于 partition 个数，像之前提到，客户选择20个client 连接上来，但是在 pandas 只有一个 partition。然后是我们的出版客户端类型设计，流程逻辑是，每个 HTTP 微服务实例启动之后，启动全量的消费者进行工作，
啊，也就是说，如果有5万条规则，HTTP 服务就会启动5万个消费者，啊，这个是有扩展性问题的，后面会提到。然后同时也是都使用 K-Shell 的模式进行消费，K 是为了尽可能的保序，啊，Shell 也是因为消费者，个数会大于这个 partition 个数。相比 AMQP 规则，HTTP 没有 ELB 做前端负载，需要自己来设计这个消费者负载均衡策略。这里我们第一版设计比较简单，我们的均衡策略就是全链消费。啊，上面这个设计在测试中发现不少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 consumer 接收队列大小不易配置，是吞吐量和内存消耗关键。啊，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啊，如果接收队列大小配置的小了，那我们性能就上不去。如果配置很大，就比较容易 OM。举个例子，比如在断网场景下。我们的 HTTP 服务发送不出消息，为了保证消息不丢失，啊，这部分消息都会积压在 HTTP 服务的内存，啊，就很容易导致 OM。第二个是 Parser 或者生产消费服务滚动升级的场景下，频繁请求 TOPIC 元数据对集群压力较大，啊，就是我们那个负载均衡策略设计的不好。导致我们请求个数是实例个数和 topic 数量乘积，这个组成一个网状的关系，啊，大大放大了这个元数据请求。第三个是 auto update partition，这个对系统资源影响大。如果每个 topic 都开启 auto update partition，啊，在之前版本按照那个默认设置，每个 topic 每分钟都有一次 zk 请求。这里我们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户分组。我们的用户可大致分为两种。第一个是在业务忙时有大量数据上行的推送繁忙用户。特点是一个 partition 可能满足不了诉求，用户数量少。第二种是业务比较稳定，数据量中等，特点是一个 partition 已经足够，用户数量大。两类用户，我们决定按用户。把用户按这两类用户进行分组，繁忙推送用户的工作负载单独部署，业务量中等的用户进行核设。目前我们用户的分组是通过 SRE，在配置中心手动分组。将来我们希望做到按照统计数据自动分组，两类用户客户端参数自然也有区别，首先就是，上一页提到的两个关键参数。Auto update partition 仅在繁忙用户 topic 开启，两组工作负载的接收队列大小自然也不一样。这一页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 HTTP 上线方案，把HTTP 消费者分为小用户和大用户两组，同时都使用非 OAuth 的模式进行消费。此外，我们还选择了8080端口连接 broker。首先是8080端口的日志比较详细，而且大部分，可以选择在8080对一些元数据请求，在排查问题的时候比较关键，也比较容易监控。比如创建 topic 失败、创建 producer 超时这些事件，在节点的 request log 都能很容易监控起来。6650端口，这部分，日志比较少。还有一个好处是，数据请求和元数据请求可以隔离，这样子通过两个端口6650、8080互不干扰，避免在6650端口繁忙的时候，创建 topic、删除 topic 的功能受到影响。然后，当然，比方说8080端口出问题了，我们的原有业务还可以惯性运行啊。然后是我们的部署模式。我们选择这个 Ensemble Size 和 Write Com 相等来达到最佳的一个写入效果。云上因为数据量比较大，我们采用4核16G，每个实例采用4核16G 部署，边缘选用1核4G 部署。数据副本方面，为了保证故障域宕机不受影响，三副本需要冗余50%，双副本需要冗余100%。这里我们根据数据量。云端选择三副本，边缘部署选择两副本，
然后他们的故障域分别在云上是故障域是 AZ， 边缘的故障域是物理机。我们还在 Pulsar 运维上做了一个增强，Trace by Topic， 我们叫它单 Topic 跟踪功能。我们对 Pulsar 的 Producer、Consumer 和 Broker 进行一些修改，使达到一个什么这样的功能，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配置中心，配置上这个 Debug Topics， 比如 Debug Topics 等于 Topic A 和 Topic B， 这时候整个集群关于 Topic A、Topic B 的一些生产消费信息，都会比较详细的打到日志里，然后在我们再通过Fairbit 收集到我们的 ELK 集群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个功能对处理客户报账，就是然后和那个找寻实验的关键点非常有用。我们按照上面方案顺利上线半年，随后在测试环境也测试了50000 topic 100000消息每秒的场景，期间碰到这么多问题接下来这一段主要是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和我们是怎么解决的。第一个是BK 中档盘监控，BK 原生只有 data 盘监控，没有中档盘监控需要补齐。然后第二个是 GDK 版本，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GDK 11的版本，在我们的测试环境上，我们使用 GDK 11之后，消息延迟优化了20%。升级 GDK 版本，投入非常少，但是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优化效果，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第三个是 listener thread 设置小，就是 Pulsar 的 consumer 在 listener 模式下，处理这个消费来消息是跑在这个 listener thread 上的，默认的 listener thread 大小我记得是1。然后呢，我们在测试环境上有一个服务，它消费了很多 topic， 但是 listener thread 没有设置的合理，导致消息处理不过来，这里建议大家把 listener thread 设置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值，推荐设置为和你希望它处理的 partition 个数相等。第四个是超时时间，开源软件的默认超时时间都比较长，比方说元数据请求，往往超时时间会到20秒或者30秒，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网络环境来对这个超时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设置，在有问题的时候让它快速失败而不是超时，我们在这个环境设置的都是5秒超时。然后第五个问题是Broker 升级或当 AZ 当机场景，就是这个中间会涉及到 topic 的迁移迁移的过程中这个单 topic 是不可用的，发送会失败，在我们自己的测试环境测试这个单 AZ 当机或者 topic Pulsar 滚动升级过程中3000 topic 场景下最大不可用时间不超过10秒，50000 topic 场景下最大不可用时间不超过60秒，为了保证这个消息不丢失，生产者需要根据 Pulsar 单 topic 不可用时间进行重试，我们采用了指数级对退避加随机数的一个重试方式，然后是 GC 线程调整，Pulsar Broker 和 BK 的默认 GC 线程都是32，我们前面看我们的部署模式都是4和1和部署的。这里我们把这个 GC 线程数调整成和 CPU 的核数一样，然后是健康检查波动，Pulsar 自带健康检查脚本需要拉起一个 GVM 运行，在一个场景下会造成一个较大的 CPU 波动，次一个场景下也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还在 Pulsar 容器内拉起一个进程，这个进程是用 Go 写的，非常的轻量，负责对接告警指标等系统，我们让这个进程负责健康检查工作。它也是生产消费 Pulsar， 避免了每次健康检查都动态拉起 GVM， 降低了 CPU 的波动。然后是普罗指标裁剪，50000 topic 数量大指标多，全部采取会导致普罗占用
大量资源，我们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啊，比如每条消息的大小都接近啊，裁剪掉了 storage size 的指标，还裁剪掉了 manage ledger 的相关指标啊。我们在线上因为 topic 级别监控加上全局监控加上 BK 的监控啊，足以网上运维，将普罗的资源占用控制在了8U32G。然后是 multiple consumer IMPL 在 unsubscribe 的时候啊，内存释放不当会导致内存泄露啊，这个我们已经提交了 PR， 预计在下个版本修复。前面说到我们使用8080作为元数据传输通道，8080端口相对6650性能差。这里面对元数据请求最多的就是重启场景，5万 topic 量级下，无论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 broker 升级，都会有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需要重建啊。这里我们希望这个重建的速度能快点啊，因为你重建的越慢，就是我们的业务就更慢恢复。如果恢复的很慢，就会在升级过程中造成一个短暂积压，业务一个短暂的延迟啊。我们要尽量优化减少这个窗口。在升级过程中会对8080端口产生大量请求，像这个 partitions lookup 请求啊，默认的8080端口参数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量级的元数据请求，会出现超时等错误。这里如果你也使用8080端口作为 broker 的元数据通道啊，那么可能需要对客户端的 http 参数进行调整，服务端的接替服务线程数也需要进行调整啊，调大一点来满足这个大量的元数据请求。然后是生产消费时间大，我们通过测试工具发现消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整个端到端延迟较大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上面提到单套位跟踪特性来很方便追踪这个问题啊。我们上线这个特性之后，发现问题出现在生产者发送到服务器这一环节，随后我们分析问题可能会出现在 native， 对客户端 native IO 线程数进行调整啊。做了这个修改之后，问题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发现单 GBM 仍会出现性能瓶颈。上文提到，按用户的数据量大小进行分组后啊，小用户组还要服务大约4万多的 topic， 这么多消费者啊，会导致这个我们升级时候的启动慢，内存不够等问题。然后我们就在对这个小用户组进行了一个哈希分组啊，使得每个 GBM 实例负责约10000个消费者啊，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是物理机强制下电因吹漏损坏啊，我们在边缘场景下有一些磁盘没有云上磁盘那么稳定可靠啊，强制下电物理机的测试场景啊，我们的 intrin log 会部分写入失败啊， intrin log 文件损坏无法读取啊，这个目前这种场景下 PASA 是没法自愈的。我们做这么几个措施啊，首先第一就是不 keep 跳过损坏的文件部分，第二是 consumer 消费时发现文件损坏，我则将 offset 进行适当前移，然后是 producer 写入时发现文件损坏，我们就开启一个新的内置进行写入啊，使得 PASA 可以自愈。最后是我们对 PASA 未来展望，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做的有啊，我们可以根据统计数据自动调整客户端参数啊，像 partition 各属发送队列、接收队列等啊，这样使用万级 topic 会更加流畅。然后当遭受到不可恢复的错误时，比方说操作recover 失败啊，操作元数据失败啊，暴露 SPI 接口啊，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对接云上的一些高顶平台，然后能在 PASA 内部生产消费存储的关键节点做采样跟踪啊，将数据导出到 APM 系统，比如 Skywalking， 使得更容易剖析优化性能啊，这个
我和我同事啊，在 Pulsar Hackathon 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原型，后面看能不能，合并到主干，将来大家一起用起来。然后是负载均衡策略，考虑 topic 数量。目前负载均衡策略是没有考虑 topic 数量的。最后，我们要感谢 Pulsar，将简单留给业务，复杂交给中间件。Pulsar 大大简化了我们的架构，平稳低延迟的支撑着我们的新业务，使得我们可以专心发展业务的竞争力。当前不仅设备接入云服务使用 Pulsar，我们的数据分析服务也使用 Pulsar。我们接下来还希望能在业务中使用 Pulsar Function，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感谢 Pulsar 社区和 Stream Native 同学对我们团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